五百块来干杯，要收几百块来干杯啊？真正好笑。五百块来干杯，要收啊，要变好哩啦，来干杯五百。一人一半就对啊。不好说，那你用，那你用身体来表现好了。来，我要收啊。感谢你。 用尖的尖奶油就好吃了，尖龙三四个人给，一包会上瘾，我来再做啊，来五百块，五百块，最后三个人给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来收起来了，来干杯五百，最后两位了，干杯五百块，来谢谢，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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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没有浪费了，真的卖完了，人家撩完了，来就直接浪费了，七八个欧元。没几千倍吧，来，其实书房第一眼看他，就觉得他有那种，他有那种气息，没有错。折起来，来一头来。他自己也承认了。来，要吃龟爪的水吗？啊，今天进攻嘛，哎，一杯。来，我爸爸阿妈边，我叫你起来商量，给你一杯阿妈。来，要吃蛤蟆，买一把啊，最后一刀杀蛤蟆啊，莫阁叫我买蛤蟆，我后天蛤蟆料死我，啊大料拢起来商量来这边。来，买一包，买五只、四只、三只，真正要吃，你买两份、买三份、买四份都不要紧，但是无啊，最后花一百两来买只蛤蟆，二十块哇，二十块蛤蟆，大两块三的，来二十，二来蛤蟆二十多，蛤蟆二十块，蛤蟆二十块，真正要吃蛤蟆，大了袂行，袂紧买紧买，来二十拢哇，来二十块，刚刚买到了吗？那就好了哈。金鸡够不？金鸡够不？来，今天来二十块了，我两只，好啦，谢谢。啊，迄个两百，一个人。对，有人哦，好来。这两百。带好，早起早料。都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每一个两百，二十的看几个。书房玩很大哦，书房玩很大哦。一个两百，两个一百。嗯，玩很大。哇，昨天就是买二十个。四个二十个。啊，点给你一百，包四包就对了。对吧？四个二十块的，来啊，国语都加三倍了。国语四个客人来，国语有四位哈。国语，来，帅哥来，来多来，来这个一百我来。来拍水，拍水，保护啊，保护啊，来感谢你。来，阿妹讲国语头的来，500块，我包六岁的，国语头多了不？四个一百，对，四个二十的。哦，那边的，我要去穿外套了。来，我爸，来，我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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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你进来，记得对我来。来，不然龟头就剩下这边而已了，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我爸，我爸。好吧，这样行情划得起住。需要我四百，来三百好了。300块龟头三百。我讲真的啦，我这龟头要了钱花花，你去看无？一粒就200啊，两粒就300呀，两粒就500呀。来300，最后一个龟头，来300块。回去你剁开，煮肉增就好了。来的300块，来，最后五个人，多少了吗？
都买到了啊、哦！来，下次给我来。那个买龟头的是谁？大姐。姐，你当我姐。来，黑鸭三杯来。对啊，三杯黑鸭来。来，有三位杯来。漂亮啊，漂亮吧？那边的。我存家不？400-300万。那三百给我。可以冰起来没有关系。这龟壳做新鲜哦，这个是按那里面洗掉洗哦。会有完毕吗？对吗？我到了。快点。对了，来进空吧，来进空吧，开上班能办好了，200块。不过这个东西出起来叫我马上卖，不能跑。来能办好了，进空吧，来，给他三天要你来能办了。哦，这个容易退冰。来，就几个人起来，大杯、这杯、过来，倒杯无得了，都不会死了。啊，嘛是要拼啊，无呢？来，这起来过你来。来，这帮工人讲哦，200块来。海事大大王妹 ，I G A C B 99885。哇，海事大大王妹 ，I G A C B 99885。林一泉，你在推销海事大王。不要加。哦，这个是诈骗哦，这个是诈骗。来，技能三十。不要真的过去了嘛。是大伟啊喽。200块。我叫你，然后叫你买减速的。我先把它删掉。滑蛋泄露，干了，去给他们查出来。来，200块，5K哦，不是4K哦。五号。来，200块，这就水哦，够几百哦，小姐来一份吗？来谢管道，来弟弟嘛，不要来，200块进攻吧，200。我已经抄下来了，我等一下去加他的 IP 哦。来，进了200块来，200块。没有进攻吧了，最后一个客人来这个。Hello， 是大伟，你第一次啊、哦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你来。好，少一轮，160就好了，没关系，那把行道搞开，归位。这个鱼肉新鲜不新鲜？不新鲜，超车的，超车的。黄金鸡啊。当然新鲜啊，废话。不要上厕所。三万刚刚点掉了，那给那个五两千位，来，你讲包一黄金鸡来，这样给人啊，一只三五，来三包的，加热，你若咱在煮上，你那只一只哦，来两块点来边，再来加瓜水，五两小块。明白不新鲜的东西，下次来就被客人骂到臭头了。有的骂不新鲜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卖不新鲜的东西？来，有想要吃这只鸡，有想要品牌的野手吗？我问看看，要最后一摆。如果被骗点数的话，就再请你们抖内给我哈。那想要我品牌，我绝对有料，你来1000块了。就结定了。1000块，来一个大杯药，大杯药，来谢谢你。我是想要变好玩的，我不是开玩笑的哦。来，来几个？4个客人而已，来1000块。来1000个。4个，我就卖4个就好了，再多我不卖了。好呀。来谢谢两个人，1000块的。不料的，不要走，最好知道啊。ACB 998875。给他做对了。我到时候放在那个会员影片里面哦，要加入会员才看得到那个 IP。最后两个了，这个都没有了吧？没有了，来1000吗？来10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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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酸菜白肉锅出现了，最后两个了，最后两个嘞，最后两个，还不理我，好，那继续上，来，多喝纯气，给他上。知道我你怎么知道鼎新路？你是第一次看吗？天哪，第一次看就知道鼎新路。下一个喽。我等我感觉上班了，我马上来弄完啊。知道我你是从脸书过来的吗？你是从脸书过来的吗？哎，上，要说回来。这块原体300-400块啊，感谢您四位啊，真正这块原体甲这只鸡就头有700块啊，收完了，收完了，1000块，峰哥，不要乱拿东西给我，你不知道，跟着阿汉走就好了，这个收完喽，我是新加坡三块啊，
哎，四个都收到了。哎。想袂开啊，都有收着，都要叫你送。我一定爱送互你，有到遐超过，我才会停。来，真正是人。这一包150，不是便宜货，鸡肉香肠，没关系，爽不爽？怀疑的，给我准备下来，1000块，1000块，对了哈，四个都送完了吗？送完了。对，我马敲回来。其他的网红下面有po地址跟时间，其他的网红，那个网红有啊？你不要吓我，谁网红？网红会宣传这个？没住啊，这没住啊。其他的网红会宣传这一摊？这富贵猪心加了就好吃了。哪个网红宣传这一个？来，吓死我了！高了，可以高了。太可爱了，刚处理好，放我边吃边看。谢谢啊，感谢你们四位，真的是我没有那么晚在边摆的。真的有网红在宣传这一摊？恐怖的表演啊！还说我还是去，是公鸡庙，名还说个正宗客呀。那只没有，是不要抓进去啊！不是抓进去，算你的哦。刚刚好没有了，那个因为我们只是平衡一下，就是算的话，一天一个礼拜拍3、5、6都是他，这样他就平衡，要平衡一下。他机没有了，要拍一场那个他爸爸。我想要透过脸书来平衡一下每一场。好，感谢你们。来，要吃鲑鱼啊，要吃鸡爪啊，好。来，这是三妹，我是当的，当的。哦。哎，美女那边什么鸡都有吗？我们还有牌吗？什么牌？来，请三妹，让他们吃。弟弟很壮哦。弟弟才几公斤，弟弟很重。啊。啊。菜料这弟弟煮的是吧？我不要跟我讲，你叫弟弟是谁在卖？来，我们讲给你买，纯鸡胸两包啦，最中香的。不要讲别人下天堂，鸡腿排，那太危险了。一鸡都爱卖你3、5、4只啦，3只、4只哦，5只哦，10只哦，7只、8只哦，9只、10只哦，来叫姐妹买300，你要来200来鸡腿排，用煎的好吃，这个都腌好了，来叫姐妹来200。一边我跟上两边，太多鸡，对啊，那个我现在有另外一个武器要好好用。洗了，那煎得起来，绝对能办。怎么了？绝对能办了，绝对能办了。能办来叫姐妹，绝对能办好。用煎的，用烤的就可以了。我进来啊，我绝对办，没得老了。十几两包，我会上几两几啊嘞？哎，你太喜欢贵了，你喜欢冲啊这么贵啦，这么贵啦。另外煎的来了，200块来，贵一点用绝对办了。来6只啦，7只啦，8只啦，9只、10只啦，要真正无少的绝对版，你都想好。来，这两只要送，200块来，最后3个客人了，鸡腿排没有咯，最后三个鸡腿排咯，来，等各位来，给你200块，最后2位咯，绝对版200块来，真正好吃，500元。来6只，来8只、9只，来12只，我哩来200，来最后2个啊，绝对版200块，哇，拢有咩料哈，鸡腿排。感谢各位，来白大300块来，300块要休困啦哈，有水无中风，水当当。来来，绩效花束我不清楚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高手嘛。看起来咩啦，我咧想啊，来200块啊，300啊，来4点啦，5点啦，6点啦，7点，来7点给我你啦，200块啦，真欢喜啦，真好爽啦，真好贵个，来200块来白大中风啊，来200块来。来200块来200，别大，小姐没买到，买大号啊！你也无找我，我柜台在找啊。是啊，大伟，你说这一摊比较有人情味吗？我靠钱啊！你嘛不是打扫啊？开堂花市，你喜欢点的？家附近的比较江湖味。哈哈哈哈哈！
要派是财主的阿妈。不是啦，你又来了。哦，阿妈好了，阿妈，阿妈上次再来讲一次哎，又不是啊。两百三杯阿妈，他跟我同年纪耶，拜托。来，一百三杯阿妈。来，一百。来，一百。上次也有人这样讲，在我旁边说他是你爸爸吗？我说啊，你在讲什么？阿妈给你加的。二十的，二十的。没问题啊，哎，大哥，我等一下。来，黑胡椒猪排啊，春江鸟，铁路黑胡椒猪排，等半会，两百块，给你个便便啊，来三条你啦，来四条你啦，来五条你，六条你来，等半会就结了。对啊，上来吧，要上来就有好戏看了。一百，这条完好不好？都好吃，真正好吃。来，来六条你来，等半。来七条你等半。Cindy， 你有看过我吗 ？Cindy， 你有没有看过我本人？两百块全家两百，来纠结了，给没来？一百的半后来再拿呗。某个角度有像啊，某个角度有像啊，因为我那时候要看他像谁哦，我想半天，我觉得比较尖的是黄松煌跟马云两个，但是我不喜欢马云，所以我们就下黄松煌。三百块来，两百块来，要交出来两百。这个要，这个要。你喜欢啊，十倍两百好不好收入哦？来两百块来，就这边就会哦，用这边这东西好啊。来，黑胡椒猪排两百，你喜欢这还是欢这？我来两百好来，两百块你看包不包？我有包去。来两百弄吧呗，黑胡椒猪排还要一份，来谢谢。好一份就好了。哎，黑胡椒猪排。明天到乌日，明天到乌日，明天不是第五次打工到乌日板娘。对啊，板娘，左边左边那位是板娘，现在左边这位是板娘，这个小小姐这是板娘。立刻你好，立刻你好。上面讲讲完，帅哥，来讲完买两包，买两，讲完买吃七百块完的。一百块。一百块来，好啦，接下来，哇，里面几包啊？太油了。是啊，几包几包。围塘要吗？好，围塘吗？哪边围塘啊？吴国清你好，大宝你好。来一包，我来买奖贡丸包。来一份一百块就好了，吴国客人，这包都给你们了。来，买奖贡丸，一人来这样，一百块完。这边没有，结婚了，两婚。奖贡丸一份，美金不是他妈妈，美金只是员工而已啊。李聪明你好，来贡丸一包，板娘比较年轻。就是没人给你啊。嗯，没错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来，最后一个客人，还有贡丸一百块来。来七八，你来讲闽南话啊！来七八过来，来个人过来讲话，来谢谢。好，来春节物件来，来龟尾三百过来，我喜欢吃龟尾啊，大哥。来三百嘞，是吧？漂不漂亮？用煎的，好好吃的。来龟尾三百块来，来给你新交前面龟尾来三百。来三百，来龟尾三百，哇，他从龟尾再转给龟，来三百喽，来三百块，差不多了，因为今天的观光客人人差不多，来多给，我会带你路偷人，来三百块，一人一台啊，来三百喽，龟尾，黄豆不是陈武的姐姐，是朋友啦，是朋友，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给你，谢谢你啦，两百喽。对啊，姐，龟尾能包过来，来哥来，就是这里面起锅，来来来来，老尾塘七八过来，尾鱼塘一百块，一包八十块了，这包一百六，这边七八，七八多少一塘？七八，你聪明哦，因为没看到，没看到最喜欢的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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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来现场跟我说，他比较喜欢。他也比较喜欢怪车物的，来啊还有什么？所以每一摊都有不同喜欢的人。点一个大鱼好不好？好的，来香酥游一圈，哎，从今天两来三百块搞给给啦，三包四包而已啦，来没三百两百了啦，绝对啦，是不啦？阿叔还好不会辛苦啊，只有两天来。来两百块啦，绝对搞三百的，有大货，七大货都会塞。孙大伟那一家现在没有在台糖了。我包拢你，我包你，希望来两百块来，香酥游一条，来两百块来，绝对没有。鱿鱼啊，鱿鱼啊，你要煮煮好食，两百一个人计尔无啊。配烧酒食七条拢好食，有人做加买一包就一百。来桂鱼头，桂鱼肉来。你坐好。来香肠鸡啊，那边。桂鱼头他喜欢的应该是桂南哥吧。来一千多，四个客人吃啊，来给你啊，一千块来，要标的啊，那不要再对啊。一千块来了。对啊，陈总。香肠鸡啊，要卖一千啊。
不要好，他不要好，事业做这一行就是要做得久，时间无早，不要好，不要太好。有事的人别推。刚好四个客人啊，赶快啊，来，伊啊拢掠过来，拢掠过来，无变。